刚才说这个巴黎奥运会自己还有没有机会，包括最大的对手是谁？我想说乒乓球比赛都是一轮一轮打，一场一场打，应该最大的对手是谁站在我对面，谁是我最大的对手。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对手也是我自己。好，不过最大的对手也是中国队，中国队谁都很厉害，中国人都会打乒乓球。